7月初，我们又有新一波的疫情。这次的疫情来的来势汹汹啊！中央人民政府对于香港特区是非常的关爱，对于香港的同胞也是非常的支持，所以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高度的重视。很快已经委托了国家卫健委，就组建了2个支援队。我希望透过你们的这个支持，我们的共同努力，中央的关怀，我们这个普及的社区检测能顺利展开，圆满这个成功。香港是祖国大家庭的一份子，我们和香港同胞血脉相通，骨肉相连。一方有难，八方来援是中华儿女的优良传统，支持香港抗疫，我们义不容辞。受到很大的支持，所以呢，随着他们来到呢，检测量增加，我们是现在慢慢希望可以慢慢恢复正常。